请问你当时穿着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呢？白色帽 T 跟黑色宽裤。请问你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穿是无袖上衣，学校的运动短裤。请问你当时所穿着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呢？是粉红色的 T 恤，外面加一件白色的小外套，下面是一般的牛仔裤。请问我穿什么跟我被伤害有什么关系吗？性侵害被害人的穿着与性侵害发生并没有任何数据显示有相关性。被害人当时所穿着的衣服样式及颜色有利于我们采集基证以及比对监视器画面，更有利于证人协助指证。我们应该要帮助被害人将加害人绳之以法，而不是在事后探讨及批判被害怎么会发生。穿着有我，暴力止步，没有同意就是性侵。Only yes means yes.